安安呐，我是阿龙啊，欢迎回来我们 Vanguard 边缘世界的实况啊！哇，这个风力发电也完全停下来了啊！不要哎，发点电吧，我们要断电啊！那我们接一集呢，稍微来解决一下我们这个电力的问题。那完美的解决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扩建我们的农田啊。毕竟我是觉得说我们食物能收成，但是这个好像还会有一段时间是食物不足啊，就是在收成之前。哎，又来，哇，还有四只，这也太夸张了，这也太夸张了，怎么没见到？哎，狗狗跟着我，跟着这个谁啊，冬米。所以他是你的伙伴吗？应该是吧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会扣这个申请啊。They coming， 他们来了。哎，小狗，你不要走出去，小狗。OK， 我先限制一下小狗的行动距离吧。好，我记得这边可以设定，对，动物就这边吧。好，让它可以从这边走进去拿点东西吃。然后就，对哦，有这样子哈，那这样子就行啊啊！刚刚小狗跑出去，真的是吓到我了啊，吓到我，吓到我。不过工作的问题，他要怎么办？那这两只就无限制吧，毕竟他们可以帮忙搬东西。OK。就先这样子吧，刚刚小狗跑出去真的是有点吓到我了啊。应该都洗光光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只还没死哎。这个是男的，他的发型怎么是女的？哎，现在是不用爆头吗？怎么没有看他们站起来呀？哇，看到那里。OK，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先研究这个研究吧。技术题内，神兽玩这个吧，先删吧。稍微的有点想要让他专注在研究方面了啊！哇，帆布快用光啊！先这样子吧。那看看我们电力的问题，撑不撑得下去？再做一个太阳能发电吧。太阳能板可以给。毕竟我们多做一个太阳灯的话，那就肯定是不够电的啊。一串灯，稍微的再让他们挖点矿吧。这边挖掉，然后这边这一块也挖掉。我们先来存点资源吧，我们铁矿完全见底啦。其实我觉得这边的防守可以拓展到这边来呀，这边也做一个，毕竟这边之后可能这个会挖掉，我怕它会挖穿我们这边了，实在是挺怕的，不然这边就不是它吧。储藏区的话，现在情况好像还好。哎，然后我们有点肉的话呢，我们就做一点精致的料理吧。哎，
有材料就做精致的料理，没有就做普通的料理吧。精致的料理要有肉跟菜。他们怎么从那边搬铁回来啊？好像是这附近有铁丝吧。然后这个家伙没有衣服穿了，我们这个毛啊，我们先搬回去吧。Molotov， 不能说有用。哇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没什么铁了，你别再浪费了。那现在要15不错。石东，是还有一点马铃薯啊。只能期待这个草莓能长得比较快一点了。那边呢？他们哇，好了，而且还有，这个也太，这个铁矿从这边开始挖到这边来都还有，这个矿脉也太大一块了吧？不过这样好，那我就可以省一点，啊，不对，是多赚一点。之后这个家伙缺什么？缺一件帽子、风衣，好，做一件帽子跟风衣给他吧。好，针织帽子做一次。应该是大衣还是风衣？应该是大衣吧。对，我做一件大衣给他，过做一件。可以完成，可以帮忙搬东西啊。狗狗可以搬东西啊，那就那麻烦你吧，狗狗帮我搬点东西呗。救援要不要也顺道叫他呢？如果要的话，那之后救援什么的就不用我们小人出去做事了。一个早上。光是这几个太阳能板就发10000多的电力，好像感觉还不错。我们再做一块储电池。那至少我们先存多做一点储电池，存一下电力，让这个至少如果我们做了太阳再扩建我们农田的时候。不够电，也至少可以撑一块嘛。哇，这边挖的还有啊，不愧吧，有点赚这边。正值帽子好，帽子，我，你居然是你，哇，你不知道有帽子了吗？别这样子好吧。虽然你那个帽子品质的确不太好啊，再做一点给你了好不？但不一定是材质比较好吧，有可能是材质不好啊。做到一半他这个跑去。那这个家伙他没有能做的事情吗？制作完成，良好诶。那倒是还不错。好了，你搬完之后就狗狗帮我们搬铁矿啊，矿下来了啊，睡觉睡觉，大家都睡觉。这个这边的差不多了。哇，一个晚上扣这么多，
不过这个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最大量发电的。最近看他没有在到达最高值Oshid，原来是这边阻挡到他了。这边稍微的换个位置吧，我没注意到。稍微的这个太阳能板搬到这边来，这边就放太阳能板好了。真是邪呢，举办派对啊！这个稍微也拆一下吧。哦，最大量发电了，刚刚说完你没有最大量发电，现在有了。这样子，这样，太阳能发电。现在也该是时候做一个星级了。这边哦，这边没有建筑，难怪这么说，他们好像没有在收你这边。这里，哪里？破解我的防卫！喂！准备战斗！狗狗，你不要走出去啊！哇塞，小鬼啊！怎么跑出去了喂？吓跑他们了，吓跑他们了。OK。这些武器什么，这些东西什么的，我们先抢回来。然后烧伤失血，你还不去收拾啊？哇，破裂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看来我有必要下一集吧。下一集我们开个房间来当这个，医疗师吧。是说这不是室内吗？还有屋顶啊，你是怎么可以把这个丢进来啊？虽然是射击墙，你可以隔着丢进，可以开枪打进来了，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电力应该 OK， 没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算好位置吧。太阳灯，那这样子这边一盏，看看咯，这个我一底这样子嘛，看看咯，再重新看一下，想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。所以这边就可以这个脚到这边来吧。看看哦。所以重复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桥对吧？可以重复的话，就是像这样子。要不要给他一个隔间好呢？这样子吗？感觉好像也不用隔这么大啊，不过好像不隔的话它要会连在一起啊。等等哦，我
忘了算这个外面的距离啊。不是，是这个。稍微等我一下哦。这样子的话，是这边的石这个岩石碎片的泥。然后这个外面上面的距离是到哪里啊？好，刚好就是刚刚位置没有错。预大一点吧，至少大一点，错了还可以再改，太小的话就没法改了。那这边就直接给它开一下吧。这样子的话应该没有错了。等等，还是太大了。之后还是可以这样不对，旁边这里这样，对，这次肯定没有错了。 OK， 果然是没有错。电量现在是没有问题。我的啊，你不能因为之前，哇，你这样子欺负女生，你这样子不对啊，人家是女生嘞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好吧？不过我是觉得你们两个打架真的是，伤害过我。是吧？之前他拒绝你告白是吗？不跟拒绝你求婚，所以就骂这种事情，我真的 what the hell 啊！再做一件给你啦，你这个家伙，好的东西全都给你穿了。哎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现在是情侣。那干脆让你们直接睡在一起好了，然后这个家伙的插进五娘，有防弹衣耶，你去把他的防弹衣给脱下来。好，然后你有防弹衣吗？没有，那就去穿吧。熟悉到，然后这两个家伙他是情侣吧，所以呢就看看哦，对，就设在这个房间吧，让你们两个睡在一起。好像睡在一起会有申请加成的。怎么没人去收那个东西啊？不准你们磕啤酒啊，不准磕。上这个什么布呢，快点去收拾啦，真是的。对，不在你的亲戚啊，兄弟去世了啊，有这种事。手枪在这边了啊，其实手枪比较好。我在想散弹枪跟手枪哪一个比较好，不过想了一下好像是差不多吧。然后大衣的话再做一件吧，看看会不会做出品质比较好的啊。相对不错，相对好。这个东西就这个家伙没什么好东西吧。不过裤子有防弹衣，不过啥事就算了吧。姑娘的话说不定还可以用一用，真的。对，10×10的空间。
What？ 这边有一小块地用不了。What？ 这边有一小块地居然是用不了。哎呀，我都忘了这边有一小块地可以是。那这边就算了吧。先关掉吧。这个可以重新安装的话就还好。那等他把这边的给盖起来哈，我们来看看他游命，看看他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易吧。我倒是有一堆东西想要卖给你啊，你看这棒子什么的 ，Molotov Calendar。我家的狗狗，都跟我这么久了，就不要卖呀啊。武器箱啊，你有什么武器可以卖给我吗？啊，火箭炮而已。哦，他还有这些，杀到我。物品的话还好吧。好，我们赚个100块。这边就不行的话，那我们直接扩展到这边来吧。稍微的试验呢，运行了一个晚上，发现我们的电力供给还足够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开始种草药了啊，药草了啊。那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没有药可以用啊。哎，居然是收礼失败。那你啊，然后这边这个碎片拆了吧，这个也占了它了吧。哎，没有位置啊。哎呀，原来是没有位置。满坑满谷的坟墓啊。哎，这边哦，这边是被已经有了啊，满坑满谷的坟墓啊。看到这个尸体，心情会不好啊，所以要顾及到他们的心情，所以呢，快点盖起来吧。然后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干脆把这个墙壁赖过来这边好了。啊，我们干脆这样子吧。这边应该是还是会太冷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干脆把它给拆了吧。哎，这边直接打通它。这边预防万一。这边真的可以踏下来，所以以防万一吧。不对，重新安装在这边。这边真的有机会可以踏下来，所以这边要做一个东西。哎，不用，这一块不要拆就好了啊。这一块不要拆就好，这一块不要拆就当这个支撑点吧。然后再盖一个两台这个暖炉，应该就能气温就没问题了，就可以继续再种东西了。那然后这个东西我们搬到这边来吧，感觉这边在研究，那边在他旁边玩游戏丢的话，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。然后我们给他一张凳子吧，让他做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啊。水在涌啊，水在涌啊！如果有这个肥料泵就好了。我想这边其实不能用，有点说有点浪费的感觉。哇，食物真的不足了。这时候我这边应该改成种这个草莓吧。
啊，不过没法。哇塞，这一下真的是完全是食物危机了耶！啊，无敌狩猎，太阳闪焰波！啊，这边的路狩猎一下。我感觉是我之前那个应该不应该先用这个真知的料理，先不要了啊！恐虎反击，炮啊！你不是要枪吗？好，这边快点把它给盖起来哟！我这边就可以盖起来了，虽然还是有点说浪费了空间，不过。啊，不要啊！你停止生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植物的确在减了耶。不要冷死我的植物啊！你这个可恶的太阳神耶！哎呀，要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哎呀，杀死我啊！哎，不对，这个搬走，然后电线拉一拉吧。那这边同样的就留一块在这边的啊，不过其实这边也是可以种东西啊，不过就种比较小而已啦。慢慢来吧，一步一步的来，先让我们的食物给种回去再说啊。那这边不要等啊，没法等啊。草莓，大量种植草莓啊。OK， 那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啊。那我们这一集啊，稍微的概述了我们农田的预定地点啊，那就是这边的这个区块。那这边呢，这边是种食物的吧？虽然这边的这块田也感觉有点怪怪的啊。形状上有点怪怪的啊，不过没法了啊，现在我们这个情况不太允许我们有太多的要求啊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们之后扩建出来之后有什么可以种的，那就之后再决定吧。那现在就是稍微的狩猎一下，有点肉可以吃。就是有点肉可以吃，不过希望它可以再撑个几天，让这个草莓可以收成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更多的食物了。哎，抱歉，就是这样子吧，现在就暂时先这样子。那这个电线就虽然外露了，但不管了，外露就。这边就把它当成这个水管吧，虽然感觉好像也还是怪怪的感觉，里面的气温嘛，感觉好像有点撑不太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再给它多一个暖炉吧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一集《Vanguard边缘世界》再见，拜拜！哎，已经一年了。